男子前往加油站加油，顺利刷卡成功。这信用卡并非他的，他却据为己有，跑到加油站加油盗刷，紧接着还到大卖场去采购，买了大型的置物箱。这一次他更是大喇喇拿出信用卡来付账，完全没在怕。短短一个多小时内，连续盗刷四笔。被害人蔡兰接获信用卡公司简讯通知，于10月31日分别遭盗刷四笔，损失新台币共2156元。被害人曾惊觉信用卡遗失，赶快报警处理。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，锁定嫌犯骑乘的机车逮人，顺利将32岁的他给逮到。他表示，这信用卡是在都会公园内捡到的。想说先去加油站加个油，试试看能否顺利刷卡，结果居然显示刷卡成功。嫌犯总计盗刷2000多块，要被以侵占遗失物、伪造文书及诈欺罪嫌送办，让他懊悔不已。由于信用卡3000元以下的小额消费是免签名的，警方也提醒民众，发现信用卡遗失，一定要记得赶快挂失，以免被盗刷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